同学，请看世界成就篇第三段形象。形象呢，也通染净。请看经文：二十。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：“诸佛子，世界海有种种差别形象。这是说，这个大世界。前面我们读到的呀。”虚空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种类形象之多啊，都是无法想象的。菩萨在此地。常说“世界海为尘俗”，啊，用这个来形容数量之多。那么这些世界形状也不一样，现代。科学家逐渐证实，散布在太空当中这些星球，一般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圆形的，实际上。它并不是真正的圆形，圆形的有，像我们这个地球，地球也不是真正的圆，这个小的星。这个星球呢，像太阳系里面的小行星，形状非常复杂，如果说星系呢，那形状就更复杂了，我们这个银河系。像一个碟子，当中啊，高起来的，两旁边越往边缘呢越薄，确实像一个碟子，倒过来啊，放在这个桌上一样，是这么一种形状。从天文望远镜里面。我们看到许多大的这个星系，各种不同的形状。菩萨在此地给我们列举十种，让我们了解形象啊，也不是一定的。下面，我们读经文。所谓或圆，圆形的；或方，有方形的。那么这个圆跟方，都是大致上是这个形象，绝对不是纯圆，
也不是存放。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。破非方圆是无量刹品，非方圆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，三为八语，皆非方圆法，故云无量刹品。三为三觉性的，八语我们今天讲多觉性的，很不规则，幕后这一句。是一个小节，无量差别这个三句，我们在想象当中它是说星球，单独的这个星球，像地球。月球，我们地球上这围绕太阳的行星，应当是说这些。从第四句以下呢，应当是说星系，像银河系这种星系，或如水旋形。水旋是水漩涡这样的形状有现在天这个在天文望远镜里面，确确实实看到有这种星系这种星系它是从外面往里面旋，成一个漩涡，当中呢，这个引力非常强大，天文学家称它做黑洞。连这个光波都被它吸收了。这个电磁光波旋到这个里面去，通通被吸收了。那么宇宙间像这种星系很多。或如山焰形，这个星系的形状，像山，像火焰。或如树形，或如花形，像花形状的，这个，在这个天文望远镜里面也看到过。我们也看到这些图片，或如宫殿形，或如众生形，宫殿像房屋这种形状，众生形呢，许许多多像动物的形状，大概在这个稍稍学过一点天文的时候，一定都记得有一个星系像一个马头，像一匹马，但是只是头部，那个星系就人家就叫它做马头。或如佛形，像佛菩萨这些形状。如是等由世界海微尘数这一句是总结。从形象上来讲，千差万别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形象呢？下面偈颂里头要给我们做说明。我们来看偈颂。二是普贤菩萨
于重寻其意，成佛为离，观察十方而说颂也。这个里面呢，说记忆在这个经上非常之多，可以说是无数次的重复。重复的用意很深。这一段实际上就是教我们两桩事情：一个谦虚，一个要礼敬，要恭敬。重复这么多次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，这个世间上人呢，太不谦虚了，对人没有恭敬心，没有诚意，所以要劳累佛菩萨，如是的反复叮咛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要知道感恩呐，要知道改过，要知道学习。人在一生当中，古人讲得好啊，"活到老，学到老"。这是古人讲的，在佛法里面讲的呢，学习是永远没有止境没有成佛之前，学习是为自己，成就自己的德行道业。成佛之后，还要不断的学习，那个学习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，给众生做个好榜样古时候的人，听到圣贤教诲，他懂得。他能够体会得到啊！我们晓得年轻时候，从稍稍懂事，五六岁开始，就开始学习一直到你成人。你踏进社会，你有了家庭了，有了儿女了，你还要回过头来学习。比如讲，现在我们这个两年，特别提出来的《弟子规》，《弟子规》是儿童同盟学习的，年轻人。生儿育女，已经成年了，你有了小孩了。你有了小孩怎么样呢？你还要学《弟子规》为什么？不是为自己学的，做给儿女看的，身教啊！这就像佛菩萨一样啊。没有成佛以前为自己学的，成佛之后为众生来学，学给众生看。经常常讲嘛，为人也说要做出来给人看呐。
子女、年轻人才会跟着学习。啊，你只教他学，你自己不做，他不服啊。他不会认真学习啊，这个道理总得要懂啊。佛教化众生，亦复如是。佛教众生持戒，他自己先持戒，他先做到。那么跟他学的这些学生，这没话说。真的是心服口服。如果佛教你教这个学生们持戒，他自己不持戒，学生们一定不能接受。啊，纵然接受，那表面的阳奉阴违呀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然后你才知道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那个意思深呐。人到做祖父了，做曾祖父了，要不要学？还要学，表演呢。给后辈看呢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，大慈大悲呀，这是真正的爱护众生，爱护后辈。维系社会的秩序。促进世界大同。现在人讲啊，世界和平呐。都靠在日常生活，如理如法了，依照规矩来做。真的，所谓是不依规矩，不成方圆啊。诸佛菩萨已经得大自在了，已经得无障碍了，啊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为什么还要那么样拘谨？依照规矩去做，我们晓得他用心之所在，啊，道理之所在，啊，所以此地教给我们谦虚恭敬，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段。也有十首偈，第一偈是总赞劝观，啊，这个是清凉大师的注解，啊，赞是赞叹，劝我们观察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的，就是现在讲的天文呐，啊，是讲的大宇宙啊。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大环境。住过渡海，种种别，种种庄严，种种住，住行共美，便是法。汝等行应共观察。佛法里头。用现在这个术语来讲，
真的是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，一样都没有遗漏。这个是天文。现在科学家设置为太空物理。不过渡海，我们知道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空中啊，太空当中无量无边的星系啊，星球种种别是差别，不一样啊。你可以找到一两种相似的，决定找不到完全相同种种庄严，种种住，我们前面讲过一住。都非常复杂。庄严也是种种不同啊，这两个字啊，现在一般人讲的美善在佛法里面。称之为庄严。有时候，也有人再加两个字，真、善、美、慧，那就讲得很完全了。在佛法里面就叫庄严。但是，真善美慧呀，没有一定的标准。因此，一切众生审美的观念不一样，差别从这里生呢。在佛法里面呢，无量差别里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这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称心。与自性相应的，这是佛菩萨的庄严，与性德相应，与自性相应。如果与性德相违背的，最为明显的呢是三恶道，地狱恶鬼出身呢，他们的庄严与性德完全相悖呀。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。我们都要很清楚地了解它。树形共美便是方。书不一样啊，这个形是讲这一段经文里头讲的。它的形象啊，各个不相同遍满在太空当中。形成一个非常美的图案，最明显的呢是在晴空，夜晚，你看满天星斗，
这个特别在澳洲啊，澳洲这个地方还没有被污染呢，所以你们在这边看到天特别的蓝，啊，星星呢特别的亮。在其他地区里头很少能够看到，啊，你看到真是很喜欢的，啊，这是非常美的晴空，啊，那么这个也是。如灯显影共观察了，如灯是普贤菩萨趁与会的大众。我们今天展开《华严经》，如灯也包括我们在其中。啊，你们大家应当啊共同观察。啊，对于大宇宙啊，要了解。觉而不迷呀！啊，这给予是总劝。下面呢，这就正说了，为我们解释了。其状或圆或有方，或复三维即八语，摩尼轮状莲花等，一切皆有。业领域，往下有9首偈，为我们说明长行里头啊6顺的，说明里面呢，给我们讲因，也给我们讲果。那么前面这2首。就是第二、第三这2首，送前面的长行的10段。我们把这个底下1首偈念过去，一起来讲。或有清净言状也，正经见处。多数好，门他尽开无用智，似有夜光亦无杂。其状，这个里头有星球的形状，有星系的形状。或圆或方，啊，或是三角形，或是多角形，这个都是讲的星球。下面讲呢，摩尼轮状，摩尼是宝啊，啊，看到这个形状，有一点像摩尼宝一样。我们银河系就是这个形状，啊，银河系的当中心，这个星系呀特别多，在太空当中呢，它也特别亮，啊，发光啊，就像摩尼轮一样。莲花等，啊，有些星系像莲花，这都说的果啊。后面这一句啊，讲的是因，一切皆由业领义。学佛的同学们都知道啊。
静，随心转。静由心生，佛在《大乘经》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我们是凡夫，对这个甚深的道理，我们不懂啊。对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。我们听佛说。可是，我们凡夫都会做梦，佛给我们说法，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，说用梦幻呢，经上讲的最多。佛在这个地方启示我们呐，我们睡觉、做梦，醒过来，仔细再想一想梦中的境界，也就像真的一样啊。你有没有想到梦中自己从哪里来的？梦里面还有许多些人物从哪来的？梦里头山河大地从哪里来的？梦里头的虚空从哪里来的？总有个原因呢，总不能说无缘无故啊，就做梦了。确实是有原因的，什么原因呢？一切皆由业令业，每一天晚上做的梦不一样啊。有时候有人呢，这个一晚上睡一觉，做好几个梦啊。我们也听别人说，自己也有这个经验。但是，几个人晓得呢？啊，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。啊，那个业力藏在哪里呢？佛给我们讲了，业力藏在阿赖耶识。阿赖耶像一个档案室一样，像一个仓库一样。人在睡眠的时候，意志分散了，不能集中了，控制这个力量弱了。阿赖耶里面，这些种子习气，它就现形了。这个是凡夫梦境的夜因因要有缘才会起现行呢。那个梦中境界是现行呢，缘也非常复杂你阿赖耶识的种子无量无边呢。为什么这几个种子起现行，其他种子不起现行？这里就有缘啊，缘也很微细，也很复杂了啊。小而言之，
我们梦中境界，无量差别了。大呢，到世界。这个世界的形状啊，也是千差万别的。我们接着再看，或有清净眼庄严，这是都六句啊，真经见错多数好啊。真经不一定是指黄金啊，这一句里头真正的意思是众宝庄严啊，多半是觉悟人，他们依住的环境中国古人常讲啊，"富人居富地呀，他居住的环境为什么这么美好呢？这人有福，有德。居住好的环境是他的福报。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，华藏世界美好啊，极乐世界美好。有福报的人啊，往生到哪里啊？那个地方众生个个都是有大福报，所以他共业的环境啊，杂宝庄严呐，不可思议啊！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球上的环境，是众生业力变现的。众生的业力，善业少啊，恶业多啊。尤其是最近2、300年，住在这个地球上造的业。极不善呐！造成今天居住环境非常恶劣，前所未有的。不可以一味的推说，哎呀，这是自然。灾难，自然灾害，这个是推诿责任，不负责任的说法。这个是今人不如古人古人遇到这些天灾。他一定会反省，会检点、思过，他知道这是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。他会断恶修善，多做好事，
古人懂得了，现在人不懂。现在人认为，这个自然的一些灾害，与一个人的心理行为毫不相关。这要不觉悟，住在地球上的众生还有苦头受。到什么时候，这个苦难才能缓和，才能消除呢？除非众生真正觉悟，明白了。自然灾害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呀。人为的灾祸，大家容易觉察到啊。地球上这些种种灾变，完全不晓得是自己心型感应得来的。这个理太深。根本的原理是佛在经上讲的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你要懂得这个原理，你就晓得。我们人的思想行为，不但影响个人的身体，影响居住的环境，影响整个的宇宙。这个事实真相，只有佛清楚，佛明了。门他尽开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，这个意思里头包括了宫殿，都是比喻。有一些星系，形状像宫殿，像门窗，通达无碍呀。似有夜光亦无杂，这个两首，前面一首。我们能看得出来，设法界一真庄严。后面这首呢，至真觉世界。我们讲的，一真法界，像华藏，像极乐世界。还是由业力变现出来的。这个业力是净业，它不是染业。你看呢，业广亦无杂了，无杂就清净了。所以感得清净庄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真的希望将来。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是
一切诸佛对我们的期望怎么样才能往生呢？你不能不知道啊，《心经》这个途径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，清净心呐，感得清净土。啊，我们心不清净，那怎么行呢？修行，我们在讲席里头也有无数次的提醒同学们，啊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啊，你是哪个宗派，你根据某一种经论。这是千差万别，但是你修的是什么？你怎么个修法？你修学的目标在哪里？你总得要清楚啊，总得要明白啊。总的。原则、总的纲领、目标是觉正境。不管你是学哪个法门，啊，禅宗、信宗是修觉啊，觉而不迷呀，大彻大悟啊。掉下，华严天台啊，法相三论，他学的是正啊，正知正见啊，我们净土宗。密宗修的是静，静而不染呐！啊，你们想想看，静而不染，不就是清净心吗？觉真静是三宝，觉真静是性德了。自信本来具足的，啊，我们迷了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恢复。啊，这个是佛法修学的三大纲领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觉就不迷，正就不邪，净就不染。所以三归叫泛邪三归。啊，从迷邪染翻过来，依旧真净啊，这叫三归我们要问，我们是不是修觉真净？觉真经三条路啊，我们走一条啊，我们走清净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的心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？是不是一月比一月清净？
啊，能够月月不一样，这个人有进步啊。那如果是天天不一样，那你是圣人呢，你不是凡人呐。我们是天天不一样，真的那是做不到，啊，绝对不是普通人做到的。啊，我们要求是月月不一样，你在进步，缓慢的进步。啊，天天不一样，那是勇猛进阶。啊，果然能做到天天不一样，3年就成功了。啊，顶多5年了，那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过去曾经有人问我。这是法师，我们看这个《净土圣贤录》，看《往生传》，里头有不少人接触净土法门，3年就往生了。啊，《往生传》上有记载呀，瑞相西华。他真的是往生了，他怀疑，是不是他的寿命啊，刚刚好，他3年就到了。我跟他解释说，不可能有那么巧。你说少数一两个，有可能，多数啊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？那么多人修净土，寿命只有3年就到不是的，肯定不是的。那为什么他3年就往生了？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3年那个签证拿到了，他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，他就走了，非常可能呐。我们这些人想去去不了啊，你没有法子啊。他能去，为什么不早一天去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由此可知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说需要多长多少时间呢？3年，一点都不假。昨天我跟大家举的这个，新加坡晨光别老居士，啊，人家那个是勇猛精进，啊，一天听8个小时经，他专听无量寿经，啊，无量寿经一遍听完了，从头再听，实际上他2年就拿到了。除了听经之外，他就念佛，他就这么2桩事情，真的叫万缘放下了。世间什么事他不管了，不放在心上了。2年跟李牧原居士说，他想往生，他当然有把握。李居士要求他不能走得这么早，啊，居士林人事还没有能安定，他又多住2年，每一天8小时听经，应当也有8小时念佛，勇猛精进。
他能成就，我们大家个个都能成就，啊，那为什么不能成就呢？自己不认真干呐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